将我的意弯曲，让我学见你意，四枝头桃花，只要能令你眼中有。这歌词虽然有些露骨，但民风淳朴，竟十分真实，毫无猜忌。若是这世间所有的地方都像这里一样，那该有多美好。我都陪你耗了一天了，你总该说些什么吧。站在这桃花树下，你可曾记起当初的许诺？我知道，当我看到你一直穿着袍子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来了桃花树下，最终没有把袍子扔掉。我在这桃花树下等了你整整一夜，你却没有来。明明是你不遵守诺言，你让逍遥把袍子送回来，自己却不屑于来。你知道是逍遥把红袍送来的。那天晚上，你在桃花树下等我。我苦苦筹谋了那么久，好不容易把袍子送去给你，你却让逍遥送了回来。你什么都没有解释。如今，你却问我是否记得我的诺言。我明白了，是我错了，全部都是我错了。那天你看到逍遥把衣袍送过来，你以为我不会来，所以就离开了。其实那天我来了，我在桃花树下等了你整整一夜。主屋是你的，每次想你的时候就到这儿来住上一段时间，看着远处的桃花林，想象着你站在桃花树底下的样子。赤云，你真的那么爱我吗？爱，我对你的爱你到现在为止还在怀疑。不是，我只是……我们上去看看。就没有这么开心的喝酒了。别闹，
你是嫌弃我吗？将我的意忘去，让我学见你意，四枝头桃花，只要能令你眼中有我。哦一落一哦，请将我的心掏去，让我学满谎言，似山上桃花，只要能令你心中。死也缠，志远。其实我和圣伦的关系并不像外界传的那样，我和他的恩爱都是做给我父王还有凌云王看的，而且他答应我，等我助他登上王位，他就会给我一次自由选择的机会。现在只有你跟我，不许提到那个人的名字。明年的桃花节，我在桃花树下等你。你要是来了的话，我们再继续商讨以后的事情如何。现在，就让我们两个人好好享受这难得的二人时光吧。缠到死，疼死。
喜欢吗？这是我一大清早起来为你做的，用的都是进山采摘的新鲜食物，还有打猎回来的野味。你哭什么呀？难道不喜欢？其实，这才是我想要过的生活。受了那么多委屈，吃了那么多苦，终于可以实现了。既然这就是你想要过的生活，那就给我多吃一点。过来，坐。给你，拿着。哎，这个给你，多吃一点。还有这个，你这样子会把我养成大胖子的。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喜欢，只要你想要的，我都会尽我所能去给你。吃鱼会变聪明的，你那么笨。啊，真好吃。待会我们吃完饭可以出去走走。好啊。我以前经常坐在这儿看天上的云彩，心情就会很舒畅。阿嬷，你说真的是藤生树死蝉到死，藤死树生死也蝉吗？这个怎么办？父王和大哥对河图洛书都势在必得，我必须跟父王交差。可是你如果把它交给我的话，玄牧那边肯定不会信，说不定还会以为是你独吞了呢。我才不在乎他们怎么想呢。你可以不在乎他们怎么想，那你的好兄弟呢？听说你结识了很多好兄弟。他们都是很棒的兄弟。这样如何？我们把它一分为二，这样的话我们都得到了，又都没得到。我还可以回去跟父王交差，你呢也可以回去跟玄牧和浩许交代。哎呀，难怪云桑曾经跟我说过，在这个世上有两个女人最可怕，一个是玉山的玉夫人，一个就是你。我有那么可怕吗？快点啊，你快说到底答应还是不答应。我听媳妇儿的。我们这些生在帝王家的，分属不同的势力，从小就要学习权衡利弊，但这些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脱离这个环境，就像现在一样简简单单。
我知道，所以我一定会早日把你从这权力的泥沼里揪出去，我们一起走进河山大川，看遍沧海桑田。伊犁，他们还没回来吗？是啊，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实在担心的话，就去一趟御渊吧。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不行，你我刚刚成亲，若此时都离开宣阳山，定会引起朝中之人的注意。那你去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平安回来。伊犁，你放心，我一定平安回来。你只需要待在家中，照顾好母亲，照顾好自己便是，知道吗？一叔叔到头，二叔叔到尾，三叔叔到白发与齐眉。你这从哪学的呀？阿莫，虽然我不能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但是别人有的，我都想为你做到。我还有一颗陪你天荒地老的心。昨天休息好了吗？当然，今天必须分出胜负。行。大哥，你没事吧？没事，当务之急，速速找到阿莫。找阿莫？月歇天边，归途迢迢，夜色寒，心事徘徊，一身难寄，花灯万盏，志向何处？醉梦什么时候醒的？看了多久？看了一夜。我怕我一觉醒来你就不见了。我得回去了，大哥还在御渊附近等我呢。是啊，已经过了三天了，时间真是过得好快啊。志云，有件事情我想要跟你说清楚。我嫁给盛伦只是因为我不在乎你有没有嫁过人，我跟你的问题不在于盛伦，
一切都取决于你，我要的是你的这里。你愿意给我一颗你的真心吗？白云苍狗把流年偷换成泛黄的相片，只要你真心对我，我们什么都不怕，世间所有的困难都会退却。总有一天我们两个可以年年日日像这三天一样永不分离。记一段思念，明月相伴回到从前，草长莺飞时节，你的笑颜如花明媚整个春天。白云苍狗把流年偷换成泛黄的相片，何日灯下重逢，细说愁肠，携手看归雁向天边。出来吧，我已经感应到你们了。没想到你小子还挺机警。佟将军，你为何一路跟着我？我还想问你呢，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在玄木山吗？谁找你出来的？不说话，好，那我就跟着你，看你要去哪里。大哥，你的伤不要紧吧？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我无碍，找到阿嬷要紧。大哥，咱们还是先歇一歇吧。不碍事，这阿嬷到底在哪儿啊？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能见到宣阳的大殿下和四殿下，还真是有缘呢。确实，还真是巧啊。哟，这是要干什么？哼，当然是布阵杀人。臣一直是玄木最大的威胁，今天难得有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一定要彻底将他灭了。修的是水灵，就可以破了铜针的火阵。原来他就是宣阳王姬。今天真是个大吉之日，死了两个宣阳王子还不够，还要再送个宣阳王姬。大殿下，子珠，子珠，别过去，王姬，你快救救大殿下吧。你回去把这个玉卵交给父王，这有我呢。大殿下，河图乱数已经在我手上了，现在怎么办？跑！追！一定要把河图乱数给拿到手，整个玄木的兴亡就在你手上了。是。
正好，快去帮我救救大哥他们。我告诉你，我是在大山里长大的，狡诈、机警、凶残、多疑，缺一不可。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不是说过吗？只要我想要，你都会给我。你现在快去帮我救救大哥他们。我的确是说过这句话。这是什么？这是你给我的半颗玉卵。那这个呢？你不好意思说啊。那我告诉你，就在我跟你在榻上的时候，你哥哥的婢女偷走了玉卵。你们兄妹真的是好算计啊。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紫珠是你派去的吗？为什么要这么做？宣阳王姬，你为了这个居然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你真以为我很在乎这个？我若想要天下，就算没有河图洛书，我也一样可以打下来。我一再提醒你，我一再告诉你，你居然……你贪图权势也罢，你爱慕虚荣也罢，我想要的就是你真心待我，穆清末。我连自己的心都可以给你，河图洛书又算个什么？你若是开口问我要，我可以直接就给你。你不要一次一次用演戏来欺骗我。我没有。这么多年了，我宁可自己受伤，都不肯接近你，因为我怕我伤到你。我一直小心翼翼的试探，看似狡诈，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心在你的面前会毫无抵抗力。可是我换来的是什么？我一腔真挚完全被辜负。我真的没有。你没有什么？你没有真的爱过我吗？穆清末，我从来都不会轻易相信别人。我把我所有的信任都给了你，可你呢？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我。我只求你一件事。我求求你救救我大哥他们。你忘了吗？对于我赤云而言，人报我一滴血，我必仇他一枪血；人伤我一剑，我一定还他十剑。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救救我大哥他们，我求求你了，大哥。我明明报复了他的欺骗，可是为何心里却没有一丝痛苦？我把我的命给你，志云，我求求你了。你不是很会花言巧语吗？
你继续说呀。难道你对你自己哥哥的感情也是假的？今日你我异地而处，我一定会选择相信你。既然你不信我，我不必多说。你们此刻平安，还将这手中的河图洛书交给你们，但是我要用它交换一样东西，不知道你们愿意吗？你要换什么？他。赤鱼，你这个疯子，你以为河图洛书是你一个人拿到的吗？没有我们，你以为你拿得到？我想请王子妃去若江小住几日，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志云根本就不是想要我，他只不过是想让我亲眼看到自己在哥哥和丈夫的眼中还不如一件东西。这天下的山川河流、地势天气，尽在这河图洛书当中。如果你们二位都同意的话，各得一半玉卵；如果你们其中只有一个人同意的话，那我就将这整个的河图洛书只交给他一个人。二位考虑的如何了？够了。我跟你走。什么？阿木，大哥，如果拿不到河图洛书，就没有办法跟父王交代，我就随他走一趟便是，不用担心我。你拿着你想要的东西回去复命吧。阿木，放心吧，过几日你派人来接我就是。Thank you.
赤云，你要是不出手，我可就不客气了。赤云，别忘了你的许诺，我已经答应跟你走了，你为什么还要允许童正去追杀武大哥？我当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许诺，但是我只许诺用你交换，我并没有许诺交换后童正不可以再把他夺回来。赤云，你当真要如此吗？我小心翼翼地将一颗心交付于你，努力地和命运做斗争，想要跟你在一起，无论生死，无论荣辱，都信你，爱你，和你不离不弃。可如今你呢？你可曾真正的信任过我？那是因为你一次又一次的欺骗我。你真的这么恨我吗？难道在你心里，除了多疑和凶残之外，就没有一点信任和仁慈吗？就在昨日，你还对我反复吟唱着海一样的深情，可转眼间，一切都没有了吗？想要我死，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